个未知的领域。没事，看我的武魂开！啊，你怎么会失败呀？谁？还是看我的吧，武魂开！哎，我也失败了。看来这个领域是禁止使用武魂的。想想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找找线索呗。线索在哪儿？我看啊，这里面最厉害的也就这只蜘蛛了。嗯，这下面还有好多卡呢，有 R 卡玉小刚 ，MR 卡小五 ，SSR 卡奥斯卡 ，OR 卡戴沐白，一共有10张卡呢。我知道了，这是要开武魂。武魂这个简单，哼，不是我吹，我可是斗罗大陆的铁粉，哼，谁不是呢？你敢比吗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这只可爱的兔子是小五的武魂。你怎么能抢我的台词呢？哼，明明是你回答的太慢了，还赖我。你好了好了，还是赶紧看看是不是对的吧。哼，本小姐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这一定是小五的武魂柔骨兔。对了，可以啊，多多。哼，明明是我先想到的。去，哎呀，好了，你们都很聪明，我们看看下一个吧。这只猪，我知道是白不白的。小魔法变，魔法书，你知道谁的武魂像一只猪吗？玉小刚。啊，不是吧？啊，玉小刚的武魂不是条龙吗？是，就不完全是，他的武魂变异了，外形像一只猪，但在武魂融合技发动的时候，罗三号就会变成黄金圣龙。哦，这样啊，谢谢你，魔法书。这是大师的武魂罗三炮。耶、yeah, 又到了一个。好了，看下一个了，是猫头鹰。我知道，是史莱克学院院长弗莱德的猫鹰。OK， 弗兰德。哎，在这，弗兰德的猫鹰。耶、yeah, 对了。这最后一个是蜘蛛。蜘蛛好像是鬼斗罗的。不对，是唐僧的人面魔蛛。不是，是鬼斗罗的。唐僧的鬼斗罗的。唐僧的鬼斗罗的。唐僧的唐僧的。